对啊，不是，但是老实讲，我去之前一点不知道它是违法的。去帮徐世勋站台，但是那个地方好像又是公园，然后你们又有送动算象征意义的东西，是不是又要再踩红线？我不晓得，那都是讲哦，像这个是，我们是被邀请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人家场子都弄好，我们就去，就这样。但是你也有说你要推荐徐世勋，这个场子很明显就是选举场。对啊，不是，但是老实讲，我去之前一点不知道它是违法的。但是因为你去那边，然后那边是公园，然后又有之前七星公园的例子，难道去的时候不知道要小心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就是哦，其实我行程你知道，常常早上才起来才知道说啊，今天的行程是什么？因为那个有时候开玩笑说，我每天跑行程哦，可是那个要跑哪跑哪，我们有一个行程小组在排的，所以我常常跑到最后都不晓得。有时候开玩笑说，一天跑到第四个说，哎，这等一下要讲什么，还怕讲错了。